十月天影频道好戏登场，乜嘢冇暴力回归，全员恶人，武警 action， 李连杰、文章、陈妍希疯狂探案，不以神探，玄学家司徒法正带你走入诡异国度，怪谈电影撩鬼，三对恋人，三段绝恋，唔系爱啊，倾城之泪，凭一筷子菜，贫民变大亨，亿万少年梦，继续天影好戏派，十月逢星期日晚，天影频道。